有一腿了吗？有一腿？没有，就是我们拍有一腿还是两？打开你的双腿。我家庭已经无咧变，快过来啊！你的妹妹坐的时阵，伊就像呢，拜拜，等你回来啊！那现在上山你哪里赶快啊？再去，伊就讲拜拜，相片我该找好。不过我听说他赚钱，现在回来会包红包给爸爸妈妈。对，母亲节快乐！给爸爸的给一千二。欢迎雪花，冰火五重天。今天你有个心情较好，为什么呢？我看到两家伙啊，都非常的和乐哈。像老二啊，老二叫小珍，小珍，小珍美，小珍，小珍，小珍是跟他说，国中的时候他叛逆啊嘛，佫不爱表演，不爱表演。啊，因为你们家里有在办康乐队嘛，所以老大一定要表演啊。到底你不听话，大姐是兴趣，老大是兴趣，对。啊，你为什么没兴趣还会被？就被推入火坑的不是因为他，我们家里算是跟子祥哥哥他们一样，算是家里哥哥。我是妹妹。你爬不掉，你还是哥哥。我是妹妹。对啊，我们也有渊源啦，但是我是妹妹啊。你两个以前捌行过啊？无啦。我们有他们有贴在一起。真的吗？真的。有一腿了吗？有一腿。没有，就是我们是拍戏。有一腿还是两？打开你的双腿。我家庭已经无咧平静，快过来啊！不然怕朱导演的戏啦。你做的厉害，看谁啊？今晚我你厉害一点。怕朱导演也要跳双人舞啦，比较贴啦。真的。没有贴啦，就跳舞。就黏在一起没有贴啊？对，不贴的。我跟他阿丽，那你为什么会没有兴趣？其实我比较喜欢读书，我比较爱读书。那姐姐是因为兴趣，所以就会唱歌跳舞。那我本身就很爱读书，后来姐姐要叫我跟她一起做搭档秀的时候，我就觉得，反正这个环境不是我喜欢的。那我就想要往我自己喜欢的目标前进。那爸爸竟然不准你读书，硬把你推进来，是这样吗？就是他会告诉我一些观念。那我观念读书是对的耶，所以爸爸先喜欢读书是没有，因为我当初我想要读的是军校，哦，那他非常不放心，哦，那是真的，他就说要住校啊，那时候女生要报考军校的这个很少，名额很少，后来他就说这样很危险，反正就讲了很多很多，因为军校里面很多都是男生，对，你挨着最贵要边修行边干掉，而且我不要去害别人。好，我就好吧，那我们就一起表演，因为是家族事业，那就留下来。因为那时候老三就一起表演嘛，他好爱他，幼稚园就开始表演嘛。可是我是不懂，我是不懂的情况下才，所以你现在觉得很后悔吗？也不会啊，就那时候是好奇，觉得两个姐姐才能跳舞，然后那时候不给我上去跳舞，我会哭哎。好，那现在都懂了，你觉得是怎样？都懂了，就觉得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的美好。美好哦，对啊。那你本来想象以为是怎样？就他们都可以穿很漂亮啊，然后在台跳舞啊，开心啊，对，然后做完又有钱可以拿。那现在觉得不美好的是怎样？很辛苦吧，要接受外面一些就是现在舆论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像有前一阵子啊，什么哦，你们家自己亲戚啊，棒打大姐啊，你哈，还真少人亲戚啊，你呢，嘛怪咖嘿。对啊。啊，今嘛有好起来未？有感觉反省啊，阿未？有，伊即马知影唔对啊，知影唔对，有来甲你回信咧啊？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在上法律程序的时候，然后他有跟我爸爸就是跪下来跟他讲，就是说他作为哥哥他不应该这样子。这是因为啊，不过哥哥甲弟弟跪哦，因为他也伤害到，不是因为他也伤害到就是我阿妈，对，伤害到我阿妈，因为这有就是阿妈拢听阿孙嘛，而且找阿孙那去有人公家，因为他就是把我阿妈抛弃之后，然后而且不养，然后完全就是让他断电断水，把我阿妈的一些金额全部都拿走，到领之后，哦，集体造孽。对，那我爸爸觉得说，对，作为一个哥哥，然后你这样子对待老人家，我爸爸觉得这不合情。啊，后来阿妈谁养的？现在跟我们住，跟你们住了。啊，所以伊跪落去回事的忏悔了后，有继续友好阿妈无？无，现在都是有爸爸在就是在打。啊，伊无钱，无要紧，啊，免转来看看的嘛。无看呢，无看。啊，伊是有钱的还是无钱的？伊无钱。应该就是无钱，才去做这个较偏激的代志啦。对啊，对啊。所以当时也因为吼，你雄雄足肥的，啊变足瘦的安尼吼，拄阿伯佫安尼讲啊，
人叫是讲真正，可能唔知囡仔摕十外亿块哦，人家喜欢哪里去哦。所以咱即马甲看咧，肥的时阵到底是花。不过哦，听说他赚钱现在回来会包红包给爸爸妈妈耶。对，母亲节快乐！给爸爸的给1200哦。那是我，真的、啊、是你，那是我，还有在更胖，太扯了吧？那时候才国小而已。不过肥到足高水，肥到有够爽。不不不，冰冰姐你无看到，伊穿礼服的时阵吼，就赶快包肉粽的。嗯，不过足好笑哟，伊在同学下哦，姓名江佩云，你不能叫江佩云。对啊。然后我下一个勿忘笔中人。笔中人，那个笔中人，好好笑。因为我们国小啊，国小大家都比较好玩。有年代哦，有年代。然后这个你是大人啊，囡仔那个。哦，这是妹妹，这是这样，她很爱表演。哦，妹妹啊，妹妹，你抱一个上。就是你像抱。前面那个，后面那个是我们以前。你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小朋友。啊，大人是谁？大人是以前我们晚会界的。哦。那这里面是谁？这是最小的妹妹。妹妹抱弟弟，弟弟啊，弟弟好可爱哦、喔。啊，恁生囝一阵呐。啊，接着讲。大姐姐。哦，恁够几个大姐？姐姐呀，看出来了，大伯姐，大伯姐。所以你跟我讲，你这摆给叫水，你早就该把刘海这样弄下来。而且这次的发色也对。啊，严格讲起来，这摆头毛你比妹妹头毛较水呢。你妹妹的后的下面比较厚，妹妹下面比较厚，你的下面比较薄，没够厚，马尾，马尾啊，你的下面比较薄，颜色比较好看，太乖，哎呦，你看三个啦，你敢看，较早的你头毛跟今嘛是差一点，一个发型其实就可以，而且这次你的妆感比较好，那个粉底都擦的比较好，非常重要，那粉底很重要。哎呦，还高嘴干，这个就是这个哦、喔。对，弟弟。哎呦，啊，以前看到安尼高嘴干，还较快乐的感觉，为什么长大变忧郁了？被三个姐姐压榨。笑出来的呗，笑出来的呗。我是叫忧郁呢。啊，这个是像，哎、欸，这个小胖很像。小胖是二弟。小胖啊，这个小胖。小胖。这个小胖是二弟。就以前有跟我们在做野台秀、晚会秀，然后他跳猛男。哦，也跳猛男，也跳猛男，接着也跳猛男。这个不会，这个他都是他自己独唱啊什么，他自己的个人带哦。Michael 啊，三太子。哎，安尼三姊妹安尼是足好还是足够冤家？足够冤，足够冤家，足够冤家。哇，台语你都安尼，足够冤家啦，足够冤家。听讲不是王家呢，拢你欺负妹妹，拢老二你欺负老三，听讲是。我才没有欺负他，我还念经给他听呢，因为他很不受教。就是你那个念经，我就敢说你三个人啊。念经啦，你都在让孙悟空。念经啊，三点几波，两几波，三点几个人念经。我好喜欢念给他听，我觉得他作恶多端。那为什么？是你作恶多端吧？对啊，因为。就像杀蚂蚁、杀蜘蛛这种事情，他就很狠啊。我们通常就是轻轻捏，后来让他过世就算了。可是他会这样一直转转转呢。我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很狠的那一种，很霸气，可是他们都会保护我。你这样很霸气，霸气，霸气，今天是孙啊，我是外孙啊嘞。顶一摆去录节目。啊，我就是要惩罚，坐云霄飞车，让大家一开始就考啊，考更很懦弱，考不了，又第一抓就无伊坐，第二抓哦，第一抓是了，是小妹去坐，就第一排啦，第一排是最害怕嘛，云霄飞车可是接轨道的哦，弄啥？对，还要拿那个什么牛奶啊、西瓜，还要在过程当中还要吃西瓜嘞，哎呦，那你说哎，那人家主持人说哎，上面两位先，他说姐姐哎呦妹妹我来，我就这样，啊弟弟姐姐虽然是很害。害怕，但是情有可原嘛。第三个料，但这些后边吼，其实一靠料其尊，提起骨，我为了节目效果，我还是做。对哦，什么霸气，我一条高位就是一波贼，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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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贼，还让云霄飞车很害怕，对不对？一个妹妹坐的时阵，伊就是安尼，拜拜，等你回来啊。
以前在上山，你哪里赶快了？再去，伊就讲拜拜，相片我给你找好哦，拢送你了，啊，去家己唔敢坐啦。嗯，不是啊，伊有讲过一个吃好西瓜啊。无啦，伊是讲食好的西瓜啦，不会人食好西瓜。不啦，啊你是心脏有毛病吗？我就惊，因为我看过《绝命终结》电影，所以我看过那个轨道飞出那个外轨道外，那个是有人去刻意去做的吧？要不然，可是我好害怕，就电影而已呀。嗯，可哎呦，讲那你承认人家说我说啦，我是俗啦，还霸气是？不过虽然这个俗啦常常有时候念经给你听啊，你认为是欺负你，不过也会送你洋娃娃。对，姐姐会送我洋娃娃，自己做的还是去买的？亲手做的，因为他知道我小时候很喜欢洋娃娃，他会去福利社买一个洋娃娃，然后还给我。他有一次跟姐姐吵架的时候，我把洋娃娃很生气，就把它丢到马桶里面冲掉。可是那洋因为洋娃娃很大，冲不掉，然后就跟姐姑姑你再去马桶捞起来，捞起来，然后洗干净，然后还姐姐，所以我把它捡起来。姐姐就回我一句说：“没有，我知道尿味。”对啊，然后就赶快后了。因为我就想说，那时候要一针一线慢慢做，对啊，存钱，后来要这样一针一线慢慢去缝，后来送给他，他只因为色这样子，颜色的色泽不喜欢，后来就把它丢到马桶，然后我就很难过。哎，然后为什么这要你们自己做？你爸爸不会买这些东西给你们？以前就很爱玩，福利社都会卖那些 DIY。爸爸那辈子被小叮当了吧？怎么买都是小叮当，不过。不过，爸爸虽然这些玩具类不会买给你们，对。不过买台上穿的秀服，金嘎开，好敢花，很敢花，而且还是爸爸自己设计的。对，因为爸爸要求，你设计根本看，大概先给他小弟。因为爸爸要求就是，你在做舞台表演，你就要舞台表演的效果，跟那种华丽感，一定要出现。所以后边这些三个东西啊，拢是爸爸设计的。哎呦，你看你爸爸设计这有够先进的，我迄种诶什么年代？好久哦，古早时代有迄款，有种。叫什么阿拉伯王？阿拉伯对对对，这是给你们穿的，给我们穿，而且以前还有垫肩，其实有垫肩，现在拎上哎。那我甲姐姐拢有，我按照屁股这边小小一个，垫肩这么大一个，无肩无饰嘛，哎。因为那时候我们比较国小，所以看起来人比较娇小，所以我们都会就是绑马尾，然后看起来比较撑起来，把它就让它垮一点。对对对，啊，今天有看性感哈。哦，小妹，这个是爸爸设计的，爸爸设计，爸爸怎么懂得去设计？你看，很女人的东西，袖子的地方跟裤子的地方，爸爸是依谁的身材去设计这个东西？小妹，这套是小妹的身材去设计，真水呢。对，那这头都不水哦，这头穿起来，它会非常的性感，比较野性的感觉。哦，所以爸爸有巧啦。虽然甲恁创哦真性感哦，袂当互看伤济，所以本来这吼亮片干那到遮尔吼，对，哦有遮到这里，啊为什么没有把亮片缝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穿起来的时候若隐若现，对，黑色的地方还就反而你亮片太多，干嘛讲打个遮大片啊？我们这三体看了就是大姐，这应该是大姐的。这是小妹小时候，是小妹小时候。对，其实哦，有这较早人讲都讲微博啊，个星星呢，个星星的花样。哎，在舞台上面哦，亮。这个开给哪样 ？Star。这内底我感觉中之书上介水。我们有三套都有三套的故事，但是这一套蓝色是我跟二妹两个搭档组一个团体的时候，然后中间这套是小妹个人就是自己表演的时候，然后第三套呢就是我们三个做一个团体表演的时候，啊都同一个颜色还是分颜色？同一个颜色啊，形式无同款。然后大姐个性看起来真活泼，为什么他们说你比较宅？宅女一个，因为我通常只有就是收包裹或者是去哪里才会下楼才会出现在他们眼前。哦，阿伯你拢咪帮金带，对，冲下，没有自怨自艾在里面就讲，没有哎，就是会就是写东西啊，然后就是上网啊看看东西这样子，对。这样除了假饭的时间以外，拢无出门，吃饭也没有，嘛无食，就。
我们家庭是那种大家庭，所以会聚在一起吃饭，就啊吃饭啦。后来他就反正就不会找，看不到他的人影出来。白天他你们一来弄门桌吃饭吃饭，我们会我们都会说哎谁谁谁吃饭，像电话也很方便，可是他就不会出来啊。我们要去爬山啊远足什么，他也不会去。对，他说他不要爬里头。你是为了要减肥还是怎样？没有哎，就是我比较不习惯那种见光死的感觉。你是白天出门会像熊猫很丑这样子吗？不是，我白天出门大家都觉得说那个根本就不是我，因为我完全全副武装包好好。嗯，干嘛这样包？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你包包也没有人认识你啦。你先把这个吐槽。喂喂，还讲话有较高哦。对，高。我习惯了，我习惯了。没关系，那我们读他好了。我们听说你很色。对，色女，色鬼。你是不是？伊不是爱偷看，伊是咪好奇看别人介伊的上较大户。连弟弟在洗澡，妹妹在洗澡，他都跑去。他会拿那个。你不开门啊？那我就拿十块钱来帮你开门。开门就看。哦，那个。哇，你的皮肤好漂亮，好色。还会去抓。对，还会去抓。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两个睡同一间，哈，我想说他现在正在成长，那我要把他鉴定某一些那个，我怕他不懂成长过程呢，怕我下流不？然后我很关心他的身，然后我很关心妹妹的健康，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我会蹲在那边这样一直跟他聊天，看他那个撇的条够不够大，颜色啦，我看颜色，他射到妹妹国小，他都想说妹妹你发育有没有正常？我帮你看一下，瞧一下那个。我会关心，因为他就病死哎，他有些东西不讲，可是我会想说，那他现在是不是在健康的范围内？对，我们擦乳液什么，他说哎呀，你屁股很漂亮哎。嗯，对啊，就变。讲来讲去，这个兴趣更比较雷同。不过这样，不过这样子哈，你们把这种色的眼光带到家里，这个小弟弟的话，也和恁吵架转来单级被大喊的呀。没有，我对他的管教很严格，我不许他骂。姐姐不许你骂什么脏话？骂你男朋友脏话，还有呢？也不许乱骂人。还有呢？也不许乱打人。那如果有的话，姐姐会对你怎么样？生气。还有呢？看他洗澡会打人。会骂人啊？真的哈？嗯。那他以前是骂人怎么骂？他以前会说两个字，就是白痴，你很白痴哎，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你就白痴哎，那我就会说你在讲，他只要说白，我就瞪他一下，他就不敢，对他就会把话，他也会打人。我有告诉他说，小朋友打你还是你可以回家告诉妈妈跟姐姐，可是不能动手要去出手，不能还手。对，也就是因为他太听他的话，就上幼稚园被打的像骗你名单回来。有一次打的回来，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因为小朋友很爱玩，就会互相打打打，我就告诉他了一个，我告诉他说，哎呀，如果小朋友打你的时候，你不能回手哦。他就说好。他还有一次会回来告诉我，姐姐那个小朋友打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原谅他。好，然后自己去跟老师讲。他说他有一次回来就哦，蹭哦蹭，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小孩子打我，说打回去，打回去的。后来呢？有没有打回去？没有，他不敢，他不敢，不敢羞愧。不是，因为他被你教的，以后变得太孬种、太懦弱了，怎么办？不会啦，因为我会告诉他说有些事情。那天我可以跟老师报告哦，我会跟老师讲，我会说这个情况不要。嗯，对。弟弟他很聪明，他的年纪，他可以分辨出哪个姐姐，当他讨好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要找哪一个对象是对的。哦。比如说他跟小妹出去逛街，他会想说：“姐姐，我好想要这个巴斯光年，然后我好想要哦，你可不可以买一个给我？你买给我，我听你的话，我会乖乖的。”然后小妹就拗不住他的那个撒娇。他就会买给他，他如果买给他知道那个对象是会买的。那如果跟老二讲没有用，他就讲说不行，你家里很多玩具，回家没有了。弟弟，你去 Seven 可不可以买玩具？不行。为什么？因为我家有很多玩具。对啊，那我们是不是只能在那边看看就好了？对。那要买的是吃的，对不对？对。玩具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对。存下来要干嘛？买房子。还有呢？还有。给姐姐给二姐做嫁妆。不是，赚钱给爸爸妈妈。对，好乖，还要读书，对不对？
对，然后你眼神不要看他，我叫你在怕怕。弟弟，对啊，哎，但是哎，这被威胁的感觉，你不敢逃跑。没有，因为小时候啊，我就会买一些像小孩子要用的，他小的时候的都很好啊，去玩啊，我就给他捏捏脚，他让他好好睡觉。可是到他某个阶段长大了，都懂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玩具我们已经有了，你不能买一个再买两个，都是一样的。而且你教他孝顺哎，要存钱，以后要养爸爸妈妈，要买房子。他的年龄比较早熟，想思想什么都很比较早熟，他会问说，妈妈生小孩子很痛，因为像有一些频道，他都会在播，就是孕妇过程的。他说：“那我也是从这样子出来的吗？那妈妈是不是生我的时候有哭啊，很痛啊？很辛苦。”他都会去想，然后体恤别人。对对对，然后他都会讲说：“妈妈，以后我会好好的孝顺你跟爸爸。”然后当你会听到说这个小孩子才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讲出这一番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感动。真的，我们作为姐姐的，我们都听得都很想。而且我们在工作，你知道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累好辛苦。像我前阵子在拍戏，他就会打电话来说：“姐姐你在哪里？”好，哎呦，我就听到说：“天哪，真的受不了。”天姐，哥，你在啊？我讲没啊。没豆腐啊，我团的没豆腐啊，我哪爱玩这个三万块，三万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累好辛苦，像我前阵子在拍戏，他就会打电话来说：“姐姐你在哪里？时间好晚哦，我好想你哦。”好，哎呦，我就听到说：“天哪，真的受不了。”冰冰姐，这感触良多呢。我跟大哥二哥处理小的时阵哦，我弟弟看妈妈无伫，伊个无囡仔伫的时，讲伊就讲嘛，讲妈妈你放心啦，迄个吼。大个甲老二无滴，我好啊友好哩。我妈妈讲，啊恁两个大个嘛安尼讲，拜托。就感动个咧。不过小孩子能够这样子，真正咱身为不管是哥哥姐姐或者爸爸妈妈，真的都会很高兴。很感动。所以二姐对他是比较严格的管教，那大姐呢？我的话，我对他就是一半一半，就是你做错了，我会马上跟你讲不行，为什么你做错？然后可是我不会就是去很严苛，就是啊，你去给我。我阿姨那叫你讲买玩具吼，你也买不？我会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你？我会先问他。讲一样的话，不是我们家玩具很多，对不对？说这个玩具你有吗？然后你为什么想要这个玩具？那你要这个玩具，你要好好去珍惜它。先问你，他有可以做到了，我再买。因为小孩子都是通常就是买了然后就丢了，买了就丢了。那我会跟他讲说。那你要这个玩具，你自己要好好的爱护保管，我才买给你。哎呀，人伊即马家己也趁钱啊呢？请问那个伊即马你小孩很忙，里面是固定的还是固定？固定小兵团，小兵团。不过听说他赚钱，现在回来会包红包给爸爸妈妈呀。对，而且他赚钱跟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教我们一样，原封不动给爸爸。这是一向最近的，对，哎，家己请的呢。对，伊即马是几岁？四岁呢，不是？七岁。七岁，对，要一年级岁会写字了。写妈妈。什么？母亲节快乐！好厉害啊！这边这个呢，大黑，什么叫大黑？大姐姐啊，他叫小黑，他叫大黑。大黑，生日快乐！我的情况，生日快乐。红包就这，他包了，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哇，你不错呢，我们都不知道。246，他自己会躲去房间拿着红包袋。对啊，所以这应该可以去那个红包厂这样拿去打的。喂，我妈妈有跟他讲，跟明哥对酒有，就是他自己赚钱，我妈妈帮他开一个户。以后你赚钱的，我们就把它存进去，然后让你自己知道说，哎，这是你亮亮你自己赚的钱，自己的。然后像他有时候跟我宝宝出去啊，帮忙搬东西啊，就是出灯光音响什么，然后去帮忙搬东西，爸爸，我要工钱。然后他就想说，哎，工钱啊，妈妈，这是我的工钱。结果，甲爸爸要提来就搞我妈妈，因为他知道要娶到他的。妈妈也是会靠走，伊不是友好诶。因为他知道妈妈有跟他开个户，这是他自己的。很聪明，而且我们很聪明。我们不收他红包，他会生气，他会哭诶，他会哭，他会想说，为什么别人送的礼物你们
都收啊，我送你红包或者送你都不收，为什么？他最喜欢就是写卡片。弟弟没关系，以后如果那姐姐不收，送过来。谁知道你们家在哪？哎，在哪？等一下，我告诉你我家的地方。我生日得来啊！我哎，一个礼拜就是我的生日。哎呦，袂歹咧，因为哦，伊会晓看年岁咧，给姐姐的给600，给爸爸的给1200哦。哎呦，爸爸有1200哦，为什么爸爸比较多钱？为什么？辛苦。因为他每天很辛苦去坐舞台车。哦，去坐舞台车啊，赚钱哦，而且还要坐到9点或10点。哦，意思讲贴心。那以后啊，冰冰姐生日你要不要包给我？要不要？你要给我地址我才会。哎呦，棒！我一定会给。请问你要包多少钱给我？你要多少钱就多少钱。多少钱？啊，那你这个包给我交定了，好棒哦。而且他对人都是很大气，然后他自己该省的他不会乱花。比如说他去买了一包面包或是什么，然后他会觉得那你肚子饿，然后他跟他要或什么，他说那我给你吃，然后他自己在旁边这样很饿很饿，对，牺牲小我哎的，囡仔无人啊，囡仔无人啊，尤其哦，这句话不是囡仔在讲，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普通囡仔袂晓讲啊。300、200，他会说出数字了啊。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会去主持小孩很忙？因为他有一天告诉我说，姐姐，我在跨电视，他说姐姐，我想要播这一类，我就说，因为我自己是圈内人，我就想说这个好辛苦，我不希望我将来小孩子或者弟弟再踏入这个圈子。他就说，可是我想演这个，然后我就说你是跟我开玩笑吗？那姐姐跟你讲哦，这个好辛苦哦，可能会怎么样怎样，就告诉他种种状况。那再一次确认之后，他说对，我要。我说好，那可是我会叫我公司的小姐带他去试镜。可是我们不会出戏。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有缺？你怎么知道有可以试镜？没有，我就让他去像广告啦、戏剧啊，请我公司的会计，后来那些带他去试镜。试完之后我们都不告知。会计怎么知道要带他去拿？啊，那你在单位有欠人？没啦，因为我要读那个，刚刚开了一个那个经纪公司，然后就请那宣传都带他去。那弟弟很好笑，他就自己去了，他就很敢表演啊，哒哒哒哒哒，表演完之后。那制作单位就打电话来，然后就尬耶了，我才后面才告诉制作单位说一起问弟弟啦。好好。对。那当天他是表演了多少东西，记不记得？Michael， 还有自我介绍，还有跳 Sorry， 还有跳你是我的花朵，还有虾米龙王都会哦。现在记不记得？要不要跳一遍？要不要跳一遍？来来来，看你当时，好，你去试镜到底怎样来？是 Michael 哦。滑步滑步。Michael， 好，sorry， 该做 sorry。哦，厉害，啊，你是我的花朵，你是我的花朵。真的不搞，人家不拿呢，你那小孩很忙，里面表现很棒哦，快看一下。来，哇，是孙悟空！你压力有这么大吗？你七岁的压力有这么大吗？啊？他怎么了？啊？他为什么常常咆哮？他很奇怪，他的情绪很难控制，可他很可爱，他有时候起起伏伏很大。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孙悟空跟唐三藏要打架。第一集。你们在家里有看到我一起拍啦是吗？就过年的时候他会跟我爸爸在玩。难怪他会讲 B G 哦。我们家男生他们小孩很忙，那个单元是我最喜欢看的。这个囡仔唱歌这样，我感觉上古锥。很可爱。他又给拍机拍个哩哩当当哦。真的是，我每次看那个单元我就想笑。那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我问阿强啦，
这个弟弟子豪吼，你看伊即摆咧乖乖坐伫遮，听讲囡仔时代是照皮的，皮到恁阿爸要甲剁手指。你讲伊乖？呸！乖！哎，自细汉就是因为伊，我常常去往爸甲打的。为什么？他哦，难怪也乖哦。自细汉怕电动玩具。好，他有办法。啊，听讲怕到无转来。哦，大家对他吹。哎呀，啊，怕电动玩具啊，伊个伊个。他有另外一个兴趣，他除了电动玩具之外，哈，也最大兴趣买漫画。因为我都规个房间哦，拢是伊的漫画。那个漫画有分很多种，一种是武侠的，一种是现代无敌铁金刚的，一种是那个小 A 片的那一种少女漫画。少女。伊的真的纯粹是封漫画的那一种。就是不管什么行什么故事，因为我都看。我你该水你该水。我伫舞台上我是开生一种道具，所以我也看你漫画有一寡。屁！你造型。他说你是在舞台上演出吗？啊不会，讲细汉的时阵，哎，细汉是七龙珠跟小叮当尔。七龙珠搞什么代志？嘿啊，造物。伊香港的漫画，有办法哈买几批的。好。放太久了。有一次我们去打扫，过年过节去打扫，整个潮湿，鬼拢拢派啊，弹药的时阵，鬼破个弹药，过两三天，一套全新过来，要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嘞，伊刚刚讲要派去，都爱搁买一等来保存呐，对啊对啊，随时要看到，奇怪，迄漫画若看过就知啊，应该就不爱看，干嘛看过搁保存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回忆哦。屁！我觉得哦，小时候一定你很会欺负他哦。伊害我恐怕。因为你欺负他，他来害你啊！伊是为什么手尖头，人要甲剁掉？他从小有个习惯，爱生电动。不是不是，他从小有个习惯，他除了玩电动玩具，他喜欢吸那个大拇指。啊！我唔知是因为你家己点头，无我无讲歹话哦哈。你的生日怎么过？无啦，你知啦。啊，会不会是你妈妈的乳头跟大拇指一样的长？这我习惯了。这我唔知，这刚好唔好爸爸。这我听。但是他已经到小学，我记得我印象不记得，到小六时还有这个习惯。小六还在吸大拇指。小学六年级，表示他心里是很不安。那可能就是说哦，可怜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妈妈有爸妈出去演出，有时候三两天都不回来。哦，我当下的三姨帮我当妈妈的，他可能没有安全感。小时候可能我也常常去台北，怕野戏尊，所以高大哥。五年级的悬差嘛，因为我大哥一上国中的时候，伊在国小，所以到小学六年级，我刚得时奇怪，啊你怎啊长一个，好像我们推拿师傅不？哦，长一颗，有个肉瘤，你知道吗？足大，啊你想看，我来伊讲无代志，有办法。有一天晚上我看他睡觉的时候，有办法，那个吸那手指头，他已经睡着，我把改办整个流血，哎呦，会老会呢，啊怎么改都改不掉，我爸爸气到吼。唔知咩啦，讲有时讲吼，真正要甲伊手个，手真的要甲剁个断。安尼才惊着。哎，才惊着。你是安怎解？我嘛袂记哩啊。我那个时候那么小，你真的懂得害怕吗？那看到在。嘛是会惊啊！你一个老伯咧，一大菜着，啊，甲伊拖你到灶卡，有可能要甲伊剁个。那是惊着，再也不敢讲。还把我关你爸爸不讲。哎，那我有一次是你们两个到底是哪一个？讲去补习班。去补习啊，但是考试是考了真好哦。啊，叫你讲，一看啥上考到读册，啊，就是你啊。啊，叫你。哎，人伊拢感觉伊较巧，伊较贤读。哎。叫到是你吗？叫到是你吗？我虽然无贤读，啊，不过也有好的时候。南北嘛，一波他就。偶尔啦。对不对？哦，有，因为我常常在南，也有北上南下嘛。啊，爸爸给他请老师嘛。啊，其实有当时我倒来伊个处理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当时拢常常我都去上课，啊老师，伊个爸爸甲我叫伊个上补习班，那一天唔知啥物紧关着，可能文昌帝君甲我起开关，我那个有一个课，我突然考得很好，因为拜拢是四十分啊、五十分啊，还是及格，那一天我考了95分，在补习班考95分，怎么可能作弊？你起码是你，我现在不越年纪无啥人爱上去。我好，结果为什么被打？不是那一天，就是讲我好不容易我考了95分，九十几分，我要回来说，我跟爸爸讲，其实你补习费没有白花啊，对不对？我欢喜，就告诉我先，我爸吼，你大听，别踩你啊，对不对？我这边我就被打了。为什么？我呆呀。真正偷看的惯哦，无啦，当下时阵，伊甲我讲，你甲有啥我甲你拍，你来看，拖出来，即台脚踏车上的，
我说我不知道啊。结果我弟弟有照看，就看到说，恁弟弟去人偷看呢？偷看看卡车。哦，弟弟偷看为什么怕你？啊，因为我们把因为少年时阵一直班长啊，都是连坐，都是连坐。对啊，我们剧团不能一个人好，嗯，就像我们当兵一样。对，我们家也是。你不能一个好。对啊，你一个兵啊搞少不好，你要勾连同梯啊。对对对。所以全不错。将军杀人，追及注水，恁弟弟偷看车，跟你有代志，啪！哇！我是讲，我好不容易从这个我觉得没道理。哎呀，这个恁阿爸吼，真正可能恁妹唔知倒一个某唔好。这个没道理，真的。然后正常，阮细汉时阵，阮二厝拢是安尼，啊，来三个兄弟啊，做伙去演戏，回来之后，啊，回来啊，有当时阮就习惯，阮爸一定会饮两杯。饮两杯。啊，拢会甲因一寡，阮阿伯因阿叔饮嘛，啊，拢会做伙踮遐做酒伴啊，那。啊有啉无？恁囡仔有啉嘛？以前我无啉，啊是坐伫遐。啊，以前我是开耍电动玩具，啊，所以我是跟着要度过。嗯。啊，爸爸，我是要睏啊。啊，你去睏。我来走上来，吼，走一十公尺，紧落来，紧上来，紧上上上一半，后边忽然间一个很魁梧的人，王爸，抓回来，抓回来，就站了。阮大个甲阮第二个拢在遐睏啊，已经睡觉了呢。电视位啊，电火甲伊切落开，来，恁两拢起来，恁两个拢起来。啊！恁弟啊，走去耍电动，啊，恁两个拍什么样子？嘿，我做什么？啊，我落咧困啊，我落，啊，无我来代志，我落咧困啊。我先叫我们，爸讲一摆，啊来话阮，我因两个连坐吧。哦，是哥甲你讲，还是哥爸阿爸讲？不是，伊甲我讲。哦，我爸叫伊甲我讲。三个讲你一个。无啦，但是我们还是有被爸爸打，但是那个感觉就是要训练你的责任心。哦。比如说，我袂使阮两个家己困，我爱注意弟弟还袂回来，我爱来去倒拖，安尼都对。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所以，否则这个大人们，干嘛我好冤枉哦，我干嘛被丢？啊，我咱们要考要补习的时阵，我大哥已经被竹笋炒肉是已经一顿。啊，我是第二摊啦。到后壁时阵，我就甲公公，你要去拍电动玩具，拜托，大家互相通知一下。好，爸爸倒来。怎么倒去啊？我讲你个人，是解释一下。爸爸倒来，吼，拜托的，我较知讲，爸爸，我报爸爸去什么所在，讲你蛮讲我，吼，拜托，我直接甲报安尼。但是他居无定所嘞，电动玩具拢居无定所安尼啊。但是到后面吼，我们爸做厉害，伊有装雷达。我恁的门口好啊，我改做。我现场伊个去恁的门口，我爸爸啦。我改开钱哦，伊嘞。哎，恁两个诈骗集团，你敢不关上门口嘞？比较稳重，那长相呢？长相呢？谁比较帅？可是如果说以女孩子来讲话，应该都是挑稳重。哦。我带小天子拿出来，我要表演。因两个人的型无同啊，一个较长面，一个是较圆面。对对对。但是囡仔时代到底是为什么原因？跟他主强去演电影，阮主豪这只好这么的引导哦，竟然无演电影，甲看囡仔时代相片。来。哎，你搞啥？你也看，哎，这种面唔叫演电影，这种搞啥物啊？这是面具吧？这面具啊，面具唔是画嘛？这唔是画啊？哎，不过你囡仔时代足肥的呢。哎，这是我啦。啊，那叫肥。无啦，你时代是肥的。我虽然野马嘛。哎哎，面嘛看拢是圆的呢。对啊，我圆的啊。对啊。啊，伊个出伊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哎。啊，不过我感觉这只较古锥呢。对啊，其实他心机好重。那是因为要翕相的时阵，你看。哦，这张好可爱。啊，这张今晚变作你换你挂钩啦。我挂钩。这个是伊细汉就足水安尼。足水啊哈。伊细汉子。看出来面刚白，讲足大吼。不过伊挂是挂，不过水伊已经高水。伊这张嘴已经拍过一部电影了呢。那时候九个月的时候。还有吗？还有啊，再看一下。啊，这个你哦，你那主持人你都皮啊啦，我跟你讲，你这个型就足皮的，我看白。你要看我拍到这样子哦，你看他多白。但你甲看，这型就是皮，这型就乖。
对，他的脸上就写个乖乖，乖也怕电动玩具，还不用怕，还这种宅男呐、啊，宅男吧，啊过来，对吧？我为了配合他，一岁啊，也就是得天独厚，我爸爸为了他做了这么小的小枪，小枪，可以可以胜，小枪，啊，我得来这一耶。临时演员去学，去学读戏啊！所以较早去来台北才演戏啊。你看是安那，我面足臭的。嘿，你看呐，冰冰姐，这张相片哦，是我们那天在拍婚纱照的。哦。我刚附天一下可以拍婚纱照。啊，你为什么要跑去演戏？因为我想说哦，因为我们是那个歌仔戏世家嘛，我们想说有婚纱照不？那你好歹打个伪装的型，但是我们两个就穿的那个新郎啊那样。啊有。我那足水有不？复古颜色。嗯。结果你知？我讲平常时你做导演无要紧，你叫上我就做。你干嘛拍婚纱照？叫我去演戏啦。比如说我拍完婚纱照之后，我要去演戏，你看这寡水。哦，天爷，好漂亮哦。我不赚一条的啊。所以很复古啦。所以他从小到对我就无啥物尊重嘛。是。跟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哎，安娜。我到伊南部去演戏的时阵，我不是从内地刚好参加潘美辰演唱会的时阵，我去南部，结果无看到爸爸跟弟弟的，我倒去看爸爸。即嘛，我就讲啊，我讲爸爸什么两个，弟弟要不要来啊？哥啊，你来啊！我讲系啊，紧来，什么代志？无道具啊，我团的无道具啊，我头爱偌济啊，3万块。三万块？你要甲哥哥揩油的？不，我讲啊，你三万块要做啥？无啊，要学一挂道具啊，服装啊，有诶无啊？我讲三万块，那遐济？伊甲我讲啥？你这不是关乎我哦，你是关乎顶多万岁哦，还算假货？是假货哦，这对你外口，你外口做戏哦，会当名义讲哦，别人。对啊，你大叔我小叔。你做你讲，人细汉咧甩水，甩甩。啊，即摆你有时阵，我三万块我现就会开啊，我要叫伊做一挂道具安尼啊，叫阮爸开始无满意啊，因为吼爸比较会做道具啊，你两万块好啊，我甲你做。我现就伊个现两万块，我爸爸啦，我甲开钱哦伊咧。哎、欸，你两个诈骗集团，你敢不怪三万块？哎，人这个是子豪的囝嘛，子豪生三个嘛，啊，这个老几？这是上大的。上大的，啊，这汉娜都会做乖，你敢看伊的水袖？哎呦，汉个外好势，汉个来讲，汉个足敖的。啊，恁这个小天子，你敢没好用？不好。为什么？有一次，我讲小天子很久没有去明花园，我甲陪伊后台，因为平常时伫台北时，我爸爸妈妈看到伊，那种。小天都会抱抱嘛，看去个后台尔，我说这是阿妈，看到我妈妈伪装了，两个看长得白高滴耶，从此以后他就怕歌仔戏人家化妆的感觉，所以第四台我就买五万元俩。好，哎，今天今仔到底要演啥穿安尼？来，啊，爸爸你讲，要演啥？安尼就要演啥？超炫白蛇传。啊，白蛇传个关子。来。陈玄奏对吧？你好漂亮，你知道吗？有没有？哦，我们来退后一点点的。然后这是谁教你的啊？是我自己学的。自己学的，你自己看什么学的？看《白蛇传》学的。看那个录影带《白蛇传》就学会了。对。刚才那个歌是阿嬷唱的歌，对不对？对。那你都记得怎么唱哦？对。好厉害哦！你看过几次就学会了。啊。几次啊？你看几次？看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他很老实，很多次。那你为什么会想到学那个白蛇？怎么没有学想到学男生呢？为什么想要学女生？因为我喜欢学女生。因为我哪里？我性向有问题。有道理，因为女生的衣服比较漂亮，女生的冠带比较漂亮，对不对？对。那这衣服谁做给你的？大姨。大阿姨哦，大阿姨是谁？就是啊，你给我给出来一个。我叫你大阿姨。我老婆的姐姐啦。哦，你某的姐姐上一季苏莎呢？对对对。哇，那她是量身定做，如果市价差不多在5万6万。
啊，这是外国人吗？因为量身定做的。哎呦，这么漂亮，借我看看。请问你刚才哦，耍这个袖子啊，这个手要是不是要抓到一半，抓到这里？对。我看你这样抖起来，哦，抖起来抓了一半，然后吃到哦，这个，哇哇，你教阿姨，我看看这怎么弄啊？哎，是一边弄两个，怎么弄？哦，别跳，真正别跳，哎，真搞，我搁看见，又先一个，安尼再搁安尼，还再。没有没有，好厉害哦，好厉害！等一下你教我教到会好不好？好聪明哦，人家不仅仅会这个，也会跳那个 Nobody Nobody， 对不对？好，来来，小看音乐来了，加油，北京 ，Party Fun Two， 啊，小有踢耶，嘿，厉害厉害，哇 ，Sexy。哇，阿金妈哈是这这边出唱片啦，对啊，红色高跟鞋，因为你们以前跳唱的都属于比较电音的，对不对？这次也是电音曲吗？这次比较复古一点点，啊，复古一点。啊，你哪无穿这啊？你今仔穿安尼啊，不养眼啊，你要哪唱歌？我想讲恁唱一个呢，嘿，啊，你哪无穿这？脱掉，脱掉，不好意思，因为身材没有那么好了。你也穿啦，早就承认就对了嘛，啊，这一次你。你们这次打歌服没有特别准备打歌服吗？没有那么舞台的，没有布灵布灵的，但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就对了。对，敢听姐，红色高跟鞋到底怎么样的一首歌？